接下来由超偶对杨倩石带来歌曲是陶喆的《苏珊说》，欢迎杨倩石。说上周你是唱给姐姐对不对？对，姐姐有没有很开心？超开心的，她打电话回来，然后又一直哭，哦，哭成一团。所以你们大家你想知道姐姐为什么那么容易哭，对不对？你想知道，所以说往后走。好，我们让看看姐姐怎么说，请看。黑娃娃 ，surprise， 没想到吧？姐姐从美国圣地亚哥向你问好，你为你加油。姐姐出国时你还在念小学，所以心里一直觉得很遗憾，没有机会能好好的照顾你。出国后写给姐姐的东西我都觉得特别的珍贵，是11年前你还在念高中时候写给我的。你看信纸都变黄了，信中提到了你当时对生活的苦闷，也引用了你最崇拜的哈林的一首歌，因为你说他这首歌真实地写出了你心里的感受。总是听到远方有些呼喊，在每一个太雷同的夜晚，总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拥抱我，想去一个从来没有到达的地方，并不是不爱你，只是孤独的需要。
我每次看这封信时，心里都觉得好难过，因为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在你身边陪伴安慰你。但是呢，娃娃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已经成为一个能够勇敢追求自己梦想的人了。你从小就喜欢唱歌，所以姐姐好高兴你唱歌的才华能有机会表现出来。很可惜我现在无法到现场为你加油，可是你每一次比赛的录影我都迫不及待地上网观看，在此祝福你未来的比赛能有更好的成绩，也能够不停地突破自己。姐姐在这里为你加油。感情很好的姐妹，真的感情很好哎。你要有什么话对姐姐说？有什么话对姐姐说？姐姐，我知道你就是不在身边啊，然后很担心我。那我会带着你的爱，然后继续努力下去，不会放弃。谢谢你。好，我们也等待继续努力。总决赛的时候，我们希望看到姐姐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听导师讲评，志平老师。那杨倩石呢？我是觉得我今天会给你个问号，就是你会让我又想到你上个礼拜。就是你唱这种比较 R&B 的，我本来还真以为说你比较擅长这样的东西，可是这两个礼拜来呢，我会觉得这会暴露出你很多缺点，而且呢，今天你唱的歌说实在不太稳，对我来讲呢，我就唱的有一点表面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可惜的。我觉得你的声音有，但是呢，你唱 R&B 的这个就是比较内心的东西，然后比较技巧的东西，我觉得真的会少了一点。是，古伦老师。那个嘉文上个礼拜非常让我们惊艳，因为邓丽君，其实邓丽君跟王菲是一脉相传，王菲也做过非靡靡之音向她致敬嘛。可是我觉得邓丽君就是婉转跟古典，王菲是个性跟现代，其实他们两个有一点像，可是大不同。我今天觉得你今天唱歌比较像邓丽君在唱王菲，而不是像你在学王菲，就是邓丽君你拿捏得非常精髓到位，可是王菲呢，我就觉得差一点，不像当时好听。谢谢。那我觉得杨倩石呢，我觉得你唱歌就是一派轻松，气定神闲啊，这就是你唱歌的特色，这也是你的天赋，你可以很轻松的唱歌就很好听，可是你唱到京剧的地方就慌了，因为这是你第一次尝试嘛。可我觉得我对于你有大胆的突破，做一些新的表现，我还是仍然非常欣赏。我觉得你的格局要走出来很宽的东西。我个人觉得你唱灵魂乐远远好听过 R&B， 因为灵魂乐你现在头发也不见，是不是头发不见，见在人在，头发不在人就不在呢？其实你刻意要去做一个你非常不是擅长的，有时候吃力不讨好。我觉得你那个灵魂乐那种女伶的样子，然后复古，然后很骚动的味道，其实这几个礼拜比较少。OK， 不过有新意了，还不错。加油！好，第三组我们要看一下刘嘉文的分数，请下分数。山寨版王菲，还是很高，42.7。接下来看超偶对杨倩石的分数。杨倩石的演出受到了评审的质疑，她的分数能够超越刘嘉文的42.7分吗？拼劲超一，特色超二，热。Super Idol。第三组，我们要看一下刘嘉文的分数，请下分数。山寨版王菲，还是很高，42.7。接下来看超偶对杨倩石的分数。再来，42.9。谢谢。赢了，赢了。再度谢谢两位，谢谢。谢谢。也恭喜倩石。